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我们上一节课一起学习到算是第25愿的经文。我们先呢，将经文读一下。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这是25愿，天人礼敬愿。那我们上一次随着老和尚的教导，讲到礼拜那有延伸到呢，拜佛，这个礼佛一拜灭罪沙河。当时候张家大师求了不应是有障碍，我们有业障，那拜佛就是消业障很好的修持方法，老人家在灿云法师的茅棚住的几个月每个月800拜。那一段时间精进修学，到李炳南老师那里学经教就没有障碍了。所以老和尚学这个经教是3个月，好像是学15部经典了，就很得力，没有障碍。当然，我们礼佛的时候要很真诚恭敬，就好像佛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们从这一份恭敬再延伸到对一切人，哇，这个就是普贤行了，礼敬诸佛啊。佛门的词语，生佛不二，把众生排前面哦，这样的词语提醒我们平等恭敬，众生排前面我们可不能修行了，看到佛像流眼泪很恭敬了。突然家里的人叫你了一下骂人了什么？这个有点怪这个有点像四川变脸这个不对我们持无量寿经的要清净平等觉在哪里修平等心面对一切人。面对一切事，面对一切物，修平等了，连对物品也是恭敬，不糟蹋，所以老和尚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说到了，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不知道大家听到老和尚这一段法语的时候，有没有头皮发麻？醍醐灌顶
这个是老和尚修学和盘托出了哈、啊，哦，把怎么修普贤行啊，教给我们了，啊，我们能听到啊，那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哎，这一段法语很多人没听过啊，哦，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法缘啊，跟老和尚的师生缘啊。老和尚的法，我们要如平得宝，哎，如平得宝，很珍惜喽，自然会啊，依教奉行，啊，改往修来，喜修意行啊，以前啊，对谁没有恭敬的啊，现在要像阿弥陀佛一样恭敬他了。改自己的心了，啊，这个业障啊消得快了，福报啊现前的迅速了，自然感降啊，所愿则得，哦，所以修学啊，去掉障碍啊，这个礼佛啊是好方法归命。哦，这个归命是依靠啊，全心全力啊，投靠阿弥陀佛。哎，这一部经啊，就是阿弥陀佛一心依照经典的教诲啊，道理教训呢、啊，去修学，这是真正的归命啊。哎，这个归命啊，要重实质啊。是依教奉行，佛菩萨怎么教、怎么救我们呢？啊，佛菩萨假如能把我们的业障都消掉，他一定会消的了。业是我们自己的心造的，一切法从我们心想生呢。佛菩萨帮我们改心呢。啊，他是过来人呢，把经验告诉我们了。我们肯听话、依教奉行啊，我们就得利了。哦，所以这个归命不是啊，感情很重哦。哎呀，我常常梦到佛菩萨啊，在梦境里有流眼泪啊，哦，哎，常常梦到啊，有时候是感情太重哦。更重要的是，要问问自己呀、啊，依教奉行多少了？哦，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哦，你不能面对佛菩萨，这个情执也在增长哦；面对老和尚，善知识也在增长情执，这样我们就不善用心了。不善修学了，哦，所以老人家一看归命啊，怕我们那种情感的依赖太重了，老人家给我们开解了，一心依照经典的道理教训呢、啊、去修学啊，这叫归命了，啊、哦，而且我们依教奉行了，佛菩萨能加持我们呢、啊。啊、哦，我们不依教奉行啊，想加持啊，加持不上啊。哎，以清净心修菩萨恨，哎，闻名之后啊，用清净心修菩萨道，哦，而且感得啊，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天人呢、啊？会礼敬这个念佛人呢，啊，这个修行人呢，所以假如我们人缘不错啊，啊，这可能都有阿弥陀佛的愿在加持我们，那以清净心呢，
假如我们用《金刚经》的义理来对照这个经文，《金刚经》就是22年般若的精华哦，精髓啊，在这一部《金刚经》中啊，《金刚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应无所住啊，就是不能出现执着啊，就不能执着有，你就着相了。所以应无所住是不执着有了。行于布施呢，不执着空了。二乘人执着空啊，他就不主动度众生了，他堕无为坑了，自己清净了，很快乐了，不主动度众生了，他执着在空了，大乘菩萨是空有两边呢，不执着，很积极利益众生，敦伦敬分。但很重要什么？以清净心，就是心不能染浊。所以这个就是离相行布施，离相修一切善。就好像我们呢。做很多好事啊，但是不能放在心上。梁武帝做了很多好事啊，他放心上了，那这个就没有功德了哦，心也不清净了。那我们呢，修菩萨行啊，在哪里修呢？当妈妈能不能修菩萨行？但是心清不清净啊？这段时间有点烦哦，那不对了，要对照这个经文了，以清净心修菩萨行。所以般若为祷啊，五度如盲这8个字很重要啊。任何时候不能忘了般若啊！般若是离一切相啊，不能陷进去啊。即相，你在这个相里面，在这个境缘里面，但是心要保持清净，就是过了就过了，不要放在心上。在那个当下呢，提醒自己用真心去尽本分，讲了他不听。也别挂碍，不能气死我了！我是你妈呢，你看住相，住在妈妈的相，那着相呢？无我相，无人相，我是妈妈，你是孩子，你看我相人相很重啊，众生相，你看我送你那么多东西，你看。都是相啊，着了众生相了，你看我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了，受者相啊，你看时间都出来了，你看着这个事相啊，都起烦恼了，坐而无坐，无坐就是没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三轮体空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思之物，是谓三轮体空。所以在境界当中啊，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啊，不能染浊啊，不能起动心了，不能起情绪。
不取于相，不要着相啊，如如不动，不要动心。啊，理上这么讲啊，事上好不好做呢？不好做，有一个方法比较容易。啊，看到每个人阿弥陀佛，好，那你就不容易着相了哈。哦，每一次有一点情绪要上来了，阿弥陀佛啊，用佛号把它扶住，就比较不会动情绪了。所以随着每一个缘分呢，随缘妙用，妙在哪？要妙在心中有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这样警觉性就高，不容易起情绪之后啊，关照不到，控制不了，然后就火烧功德林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哦，所以我们都要练啊，哎，这个吉相离相，练这个不放在心上，这个是真的可以越练呢，越成熟的。好，那。这个下一段经文说了：“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老和尚这里讲了：“哎，闻了阿弥陀佛圣号了，净土法门了，但是没有往生了，啊，又去投胎了。”代表对这个世间呢，还有留恋，还舍不得往生。哦，那阿弥陀佛也加持啊，也得福哦。啊，生到尊贵之家，生下来呢就有福报，健康长寿。这是因为他过去生呢，念佛的。果报啊，因为还没有发心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可以啊，常修殊胜梵恨，这个就是弥陀本愿的加持。这个梵恨呢，是清净行，因为他善根深厚啊。还能够继续不断在学佛，而且是阿弥陀佛啊，本愿威神啊，在加持他，不至于迷失了自己。老和尚这里说啊，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一类那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属于这一类啊，那代表啊，我们上一世还有留恋，还有舍不得这个世间的人事物。请问我们这一世啊，还有没有上一世的习气呢？铁定有把这个习气带来了。哦。所以要总结总结啊，上一次没走的原因在哪里了？哦，不能重蹈覆辙啊！重蹈覆辙啊！我有一次跟我母亲对话我说母亲啊，我观察呢，哇，人家同事介绍你念佛啊，你就很高兴，就马上接受了。我母亲说：“对呀，对呀，我都没有任何排斥啊。那你一定不是啊，这一世才开始念佛
哦，我母亲说，对，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上一次没有去呢？一定有放不下的事情。话只能讲到这里了啊，再讲下一句下去就伤感情，是吧？哦，所以这个讲话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我假如再继续说，你就是最放不下儿子哎呀，伤到了，是吗？我这个当父母的人啊，尤其当妈妈的啊，这一关呢，重点放下刚刚说的吉祥一下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越放得下，我们的孩子越放得开。你越放不下，他心中都有牵挂，何苦呢？所以我非常感谢我母亲20年前我要出门的时候我要前往海口了我母亲在门口啊。跟我说：“我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哇！我听完之后，心里这个好像很轻松。哦，你看我母亲这么放心了我也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放下不止解放了自己可能还解放了孩子，解放了他人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重视我们大概属于这一类啊，可不能这一次又不走那从这里啊，我们再去体会阿弥陀佛很慈悲而且很柔软，没有强迫我们。你这一生不去我就不理你了。没有这样哦。你看，我们很容易你不听我的哦，不听我的，我不理你了。你看这个就是都有要求啊，看起来是在帮人，事实上念头里面都有控制要求。这样很容易让对方有压力或者吓跑了，所以教人以善，勿过高不要标准定得太高人家都吓退了你看阿弥陀佛说你闻我名号了就好。你不马上求生净土了，我也加持你寿终之后还生尊贵家，诸根无缺。我们去感受感受你很用心对待一个人，他没有完全听你的，可是呢，你没有控制要求。在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对他非常亲切，他就更感动了，是吧？因为他心里会觉得，我上次没有听他的，他会不会生我气呀？然后一看我们根本都没放心上，所以我们要练心地的功夫这个人家没有听我们的。不能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就会表现在脸上，脸就臭臭的，然后家里的气氛呢，就有点怪怪的，好，这个。
阿弥陀佛的心呢，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哦，所以师长这里说啊，虽然闻名了，啊，真正的大心啊没发，求愿往生的心啊没有发，啊，口里说往生呢，心里面呢，舍不得这个世界，家亲眷属啊，牵肠挂肚。舍不得放下，啊，这些话我们都要关照其实你越不牵肠挂肚，越能用真心啊去对待家人你牵肠挂肚了，就很容易起情绪了，哦，所以不牵肠挂肚啊。心里呀，佛号不中断，这些情绪啊，不容易起来好，所以啊，这一愿呢，显示出啊，弥陀名号，只要能够听到，无论往生不往生呢，决定得利益。所以这一愿。叫闻名得福了那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呢，那我们要送福报给众生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在我们的车子后面贴南无阿弥陀佛。你开车出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刚好停在你后面他一看什么字啊，他就念一遍了，也就闻名了，得福了。包含像高速公路有一些广告牌，写你给他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哇，你看每天开车过去的人那么多都念一次了，我们有那个心呢，就能帮助到众生跟阿弥陀佛结上缘，得到福报。当然呢，如果能够有机会把这一部经典介绍给他呢，那这个功德就更大了。不能知少为主。进一步能够把经典介绍给他就更好好，那这个接下来呢，28愿，26是闻名得福。27呢？是修殊胜行愿，常修殊胜犯恨那28愿到38愿，这个阿弥陀佛是为我们说明了，他老人家摄受的极乐世界净土里面的众生，他们呢？修学生活的状况，当然这跟我们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因为我们不久都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先了解了解对我们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越了解知道往生的利益太大太大了。那种这个信要之心，相信喜欢一定要去的心就越来越切了。就好像弘一大师说了，
阿弥陀佛是阿耆多要啊，舍此不服啊，非愚即狂啊。你不好好念佛，不是愚昧就是狂妄啊。这么好的地方不去啊，那不是愚痴也是狂妄了啊。你越了解了，那一定要去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明。啊，这是第28愿，国无不善愿。啊，我们接下来这几段经文呢，极乐世界生活的环境状况，啊，我们跟现在这个世界一比呀。两个世界，天壤之别。我再做一个比较具体的比喻哈，可能感受会更强一点啊。极乐世界就像黄金一样，啊，闪闪发光啊。娑婆世界就像粪便一样，发臭，不是发光啊。诸位忍者。你会伸手去拿哪个东西啊？啊，再撒一次那黄金啊！啊，这愿生极乐啊，每天起的念头、一言一行，都是积累往生的资粮啊。这是你真的分清楚这两个世界的状况啊。啊，假如我们每天不念佛，还在牵肠挂肚，那这个就是去拿大便了。啊，拿大便，你全身都发臭了，烦恼丛生了。哦，就好像拿这一愿来讲啊，国无不善愿，啊，不善的名都听不到。大家现在打开电视啊。台湾的电视很多都是在批评了，哎呀，都是不善的声音了。哦，所以你越看清这个世界啊，越愿意求生极乐世界那我们最近啊，常跟大家呢谈一个词啊，叫相应。相应啊，这一个世界呢，无不善愿。那我们想一想啊，常常喜欢打听人家的不善的人能不能往生呢、啊？哦，很好奇啊，一听到某某人怎么样，哎，我刚刚没听清楚，来来，再给我说一遍，这个要改掉哦。哦，包含有可能呢，听到别人不善，哎，心里反而舒服了。嗯，不是我这样而已，你看他也这样。哎，心地呀，要常常关照啊。哦，所以《格言别录》说了，小人乐闻君子之过。君子耻闻小人之恶，君子不愿意听到小人的恶啊！啊，君子这个爱人呢，啊，就像我们《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听到别人恶啊，自己也难受。那更不可能去打听了，去谈论了。哦，所以国无不善，我们心呢也是不愿意去听不善，这样才相应。而且一听不善呢，心就不清净。
清净佛土境啊，清净心才能跟极乐世界相应了。好，那下面经文啊是所有众生呢、啊，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啊，这是第29愿呢、啊，住正定居愿呢、啊。这个皆同一心，师长说了，啊，看相的说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呢、那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的相貌都相同，为什么相同？心一样。什么心呢？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心啊！各个人念阿弥陀佛啊，各个人心里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都变成阿弥陀佛的世界了啊！所以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本尊是阿弥陀佛啊，我们成就了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他能皆同一心啊，皆是一向专念的阿弥陀佛。那我们自己的家庭、团体啊，我们的心行呢，都能依照《无量寿经》大家能够见和同解啊，这样心能同啊。这样也才能和合啊，所以这个六合敬很重要啊，尤其第一个啊，其他五个是事项啊，第一条敬和同学是理念，是思想见解啊，要相同啊，所以我们自家自团体啊，不能依自己想的喽，要依无量寿经来做。啊，依经典来做，啊，实在讲啊，我们都要别人听我的，别人心里不服气的，啊，不是听我的，听无量寿佛的，啊，那大家没话说了，啊，住于定居啊，啊，这个定居是正定居。这个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那个方法没有错啊，那他决定能成佛啊，这个是正定居。那还有另外两种呢，是邪定居跟不定居。邪定居呢，是修行的方法。错误了，啊，不管怎么样啊，精进修行啊，不可能成就，这是邪定了。还有一个是不定居，啊，根性啊，不定居，啊，刚好缘分好啊，碰到正确的方法了，啊，就能成就。碰到邪定居了，就不能成就了。众生现在理还没有透彻啊，也很容易受到缘分的影响啊。我们也看到，本来念佛了，后来又受别人影响不念了。我们要引以为戒哦。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不能错过哦。哦，所以偶益大师说啊，真能念佛啊，
不为他起，他起就是另外的路，歧路嘛，啊，你走到其他的路去了，不为他起所惑，不为其他的路所影响、所迷惑了，哎，这个人是大智慧的，他能选择这个法门呢，珍惜这个法门呢，好，住于定居。啊，再来，永离热闹，心得清凉。啊，所受快乐，犹如落境比丘。啊，这个是第30愿。啊，这个法乐啊，乐如落境愿。啊，这个阿罗汉证得落境通了，落境就是没有烦恼了。啊，所以永离热闹，热闹就是烦恼啊。哎，哎，我们现在老实念佛啊，烦恼就越来越少了哈。啊，这个受用啊，不一定要往生才有这些受用啊。哎，现在好好念佛啊，心也会越来越清凉。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啊，他心地能得清凉自在。哦，当然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也不能去分别执着啊，我们才能得清凉啊。啊，老人家在这里啊。指导我们呢，要放得下，不要执着，看得破，放得下。啊，老人家的行门10个字：看破放下，自在，自在才能清凉啊，自在随缘念佛。老人家这里帮我们看破啊，哎，人生很短暂啊，数十年寒暑啊，弹指即过，啊，跟人相处，跟这个社会相处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很快就过去了啊。况且我们都已经中秋的年龄了啊，秋冬的年龄了。更快啊！哦，不能放不下啊，想开一点呢，不要那么计较，不要自找苦吃啊，一弹指就过去了。所以聪明的人呐，我们要争取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永恒珍藏啊，脑子不能昏了啊，要看得远啊。剩下这么短的岁月干什么？求得无量光、无量寿啊！啊，老和尚说：“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接下来的岁月这么短，能换个无量寿，太值得了。”哦，这个不难哦，《净土圣贤录》，老和尚有去观察，认认真真。真心切愿念3年，消息就来了。啊，现在这个世间这么苦啊，照理讲，我们求出离的心更切啊，所以应该3、5年了，会有消息啊。好，啊，老和尚在比喻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地方我们是过客啊。就好像住旅馆呢，啊，好坏何必计较？明天我就走路了，啊，不能把它当做家了。家在西方哦，西方世界才是老家，啊，这个地方不是家，暂时住，好也好，
不好也好，人家对我好很好，人家对我不好也很好，就没事了。啊，其实人家对我不好啊，这个债就还完了，就还掉了嘛，无债一身轻啊，也是很好啊。哦，哇，那这样啊，心地就很清凉、很自在了。我很快就回家了啊，日子就过得很快乐，一点烦恼都没有，欢欢喜喜的。哦，所以这个心得清凉啊，老和尚也教我们方法了哈。哦，所受快乐犹如肉静比丘肉是烦恼啊，烦恼都静了，哦，所以这个烦恼断尽了，像阿罗汉一样。但是智慧啊，比阿罗汉更圆满啊！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若其想念参寂生者，不取正觉啊。第31愿，不贪寂生愿。啊，有些人怀疑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会不会有我执、有法执？哦，还会不会动这个念头啊，去想自己？啊，这一愿说出来了，不会啊。弥陀本愿的加持啊，你不会再退转。啊，如果说是再要贪念这个身相啊，那是执着了。贪寂生，首先见惑了，见惑第一条就是身见，啊、哦，那不是退转了吗？往生极乐世界是圆证三不退啊，哦，所以保证了、啊、不贪寂生了、啊，哦，那我们刚刚讲到相应。这个不听不善没有，哎，这一愿提醒我们了、啊，不要贪恋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能放下这个身的执着，我们呢，念念为众生着想，于诸众生示若自己，这个身呢、啊、就越来越淡了。哦，那慢慢往无我念念为众生呢的境界去契入。哦，那这个跟弥陀的本愿呢就越来越相应了。好，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啊。哦啊，老和尚带着我们在巴黎的百货公司参学啊，我不敢掉以轻心啊，走进去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啊，结果就看到一个女士啊，在烫头发，哇，她那头发烫得好高啊。我一参学嘛，了解一下，他说已经烫了2、3个小时，哇、哦，2、3个小时拿来念佛，不知道多好啊！哦，哎，我突然起一个念头，一个女人呢、啊，每一天花在脖子以上的时间呢、啊，要花多少时间？这第一个思考。第二，脖子以上每天要花多少钱？
所以这个不贪即生怨呢，对我们女性同胞来讲，是，挺提醒的一愿，所以我们慢慢把这个身相放淡啊，这样会多念5000声佛，哦，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说：“抢救，抢得一句是一句啊，不然时间就流过去了。”好，我就分析到这里了啊，不分析太细了啊，不然你看呢，脸上每一个部位都要花钱花时间啊。所以好好念佛啊，这个佛光一照啊，保养品都不用花钱，这样最好啊。当然了，功夫还没到的时候，还是不能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该稍微这个擦点淡妆不然会吓到人啊。哎，这个时候，哎，要斟酌情况啊，斟酌情况。好，我们再看呢，下一段经文啊。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好，那这一愿呢？善根无量。老和尚提到了，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念佛修善积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善根无量老和尚说，何况啊，你所修积的善根呢，你怕不够，那阿弥陀佛啊，又有威神加持你，帮助你，使你那个小善根呢，变成大善根。哦，这个佛的加持力不得了临终见佛放光加持，我们的功力增加一倍啊！我们平常佛号不中断不但道心纯熟这个万德洪名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所以还没往生以前呢，能老实念佛啊，这个法门殊胜显安大师教导我们在《劝发菩提心文》说了，暂持圣号，你称这一句佛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力劫呀。所以念佛是大福德哦，大因缘哦。发菩提心啊，那是大功德事了哦。而我们求往生的人要发菩提心，这个一发出来，超过修行力劫啊，而且还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哇，那这个小善根呢，变大善根了，这是学别的法门呢，不可能的，没有佛帮助。
啊，我们这里呢，小善根会变成大善根，啊，所以不怕自己呀，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不怕。哎，确实有人会有这个担忧啊，我好像善根福德不够，不怕。啊，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以前我也遇过这样的长者啊，哎呀，我以前杀业呀，啊，做杀生行业呀，啊，这个都不怕，只要认真努力去修学了，啊，就像啊，看到一个公案。啊，永州啊，这是在湖北的地方，在一个佛寺的附近啊，有一个屠夫啊，那他每一次啊，都是清晨呢，起来杀猪，哦，他变成习惯了，就是都被呢这个。寺院的钟声呢，把他叫醒结果啊，这个寺院呢，有一天晚上啊，那个敲钟的僧人呢，梦到10个人来给他跪拜，求他，你明天可不可以不要敲钟啊？那僧人一看，这应该有什么因素啊？不然怎么会做这个梦？就隔天呢，他就没敲。这个屠夫啊，当天早上要杀的那只猪啊，他睡过头了，没杀，结果生了10只小猪。就这个屠夫呢，就觉得很奇怪了，怎么今天呢佛寺没敲钟啊？他就前往佛寺啊去请教了。为什么今天会没敲钟啊？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僧人就把这个梦啊告诉他。哇，这个屠夫啊，很受感动啊。哦，你看那。那10条生命去求这个僧人不要敲钟了，他们才能生出来了。啊，他从此啊不杀猪了，一心念佛了。哦，后来他也很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哦，所以以前的业再重不怕。哎，不要自己呀，自寻烦恼啊！这个印光祖师做一个比喻啊，哎，让我们印象深刻。阿弥陀佛是大愿王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好像呢，他的愿力就好像一艘很大的法船。在海上，什么海啊？生死海。我们今天要过这个生死海我的业很重啊，就好像一颗很大的石头，很重很重啊。可是只要肯把这颗石头呢，搬到阿弥陀佛的法船上呢，他老人家的愿力就把我们托起来了。哦，我们业那么重，要过生死海，一定会沉下去的。但只要我们肯坐上他的法船呢，我们业再重不怕，都被托起来了，待业往生。不要乱自己乱操心哦。肯念佛啊，什么业都消得掉。
这个是清朝慈云灌顶法师啊，给我们做证明了。善根无量啊，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啊，我们这个肯念佛、肯努力修学，这是因啊，果报是得啊，金刚不坏身啊。所以第32愿呢，是那罗延伸愿。那罗延呢？应该是金刚里面呢最坚固、最强壮的。而且这个金刚那罗延呢，在此地应该是表啊密宗的大圆满成就。净土法门是密教显说啊，所以。这个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啊，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普贤菩萨是密教的初祖了所以也表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密宗里面大圆满的成就。显密一体啊，身土不二，称名无异持咒，教主即是本尊，啊，大日遮那同归光寿，华藏密严不离极乐，啊，数穷三际恒遍实虚，所以老和尚这里说啊，老实念佛啊，不必去学密。啊，这一句佛号啊，就是至高无上的密法所以日本兴教大师啊，有说啊，一个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密咒啊，一切陀罗尼啊，出生一切诸佛。哦，所以这个阿字那个功德力就不可思议了哦。如是妙法性听闻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好，我们再看呢经文呢，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这个是第33愿。光明会变愿呢？好，这个身顶上呢有光明我们看佛的像都有圆光所以极乐世界每一尊菩萨都有圆光。这个光宣妙法，这个法就是光明啊，光明就是法。我们看这一部经一开始啊，佛还没有讲以前就先放光了我们去感受感受比方你们有没有遇过朋友你心情不好他跟你谈几句话，哇，你一下子心情就变好了，哇，信心就提起来了本来前几秒钟还陷在沮丧痛苦之中他讲几句你就放光了露出微笑了。请问他讲的那几句话？是不是法？是不是光？
哦，是这个佛光啊，好，哎，能够启发人的善根的，哎，那个都是光哦，佛光哦，哦，所以一个人一讲话都是柔软语啊，体恤的话，啊，成就别人的话，这个讲话都放光啊。哦，哪怕是啊一个眼神，真心流露了，一个动作啊，就拍拍对方的背，啊，你看真心就放光了，啊，一拍完，哎呦，业障消除，哦，让人家马上就很温暖了，哎，好。哦，那大家有没有经验？哦，你念佛啊，念得很摄心啊，心很安定啊，念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啊，哎，刚好呢，你的亲戚朋友啊来问你事情，哦，哎，你的心里面呢，这个佛号呢还在念啊，哎。那个念佛的法喜还在啊，结果人家一问呢，哎，你就很有灵感，回答他的问题。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哎，这身顶就有光明照耀啊！你看你心里还在念着佛啊，这佛光照你啊。称名时即遇光时啊，哦，那佛光一照你就没什么障碍啊，你的智慧就能透出来啊，哎，智慧一透出来了，就有辩才了，啊，大家有没有曾经？哦，念佛念得不错啊，结果刚好人家一问，问你什么事，啊，回答的啊非常痛快流利，啊，后来呢，啊，这个朋友走了，你说，哎呀，刚刚那种感觉真是很舒服啊，哎，那个有加持啊，你一下智慧提起来，啊，有辩才，但是不能执着啊。啊，不能呢，下次又在那里期望那种感觉啊，然后就出不来啊，越讲越不顺啊，有好的感受啊，都不能执着，啊，一执着啊，这个佛光的加持不上啊，好，所以成就一切智慧啊。那智慧成就了，当然辩才啊，就现前了，哦，而且啊，极乐世界菩萨呢，是无碍辩才跟如来果地啊相仿佛了，哦，所以一定要去呀，啊，哦，我们才能更好啊度众生呢。接下来，善谈诸法密要，啊，说经行道，语如钟声，啊，若不讹者，不取正觉，啊，这个是第34愿，善谈法要愿，事出世间一切法呢，没有一样不通达。啊，而且善谈呢，是讲到恰到好处。好，我们刚刚说的话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啊，这个才是善谈。哎，那我们现在也要跟这一愿呢比较相应哦。
啊，不能呢，一开口啊，就停不下来了，这个不妥当哦。哎，我真的见过不少念佛人哦，修行呢几十年了，70多岁了，一开口啊，停不下来。哦，啊，我想跟他讲两句呀，他又开始停不下哦，他还告诉我，我这一次来就是要多听你讲的。可是他一开口，我就插不上嘴了。要恰到好处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心行啊，尤其我们的言语，就是恰到好处，这个都跟呢弥陀的愿呢相应了。随缘随缘呢，几分缘说几分话，啊，交浅不可言深，啊，包含你面对对方，你要了解他的程度，啊，这孔子也有教我们啊，中人以上可以喻上也，啊，他的程度中等以上呢。啊，你可以跟他谈高一点，中人以下不可欲上也，不然你就不弃他的机了。哎，我们自己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啊，有没有关注对方听懂不懂，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观察到呢？可以，我们能关注到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们，他听懂有没有懂？懂的话，他的眼睛会亮，头会点。哦，哎，我们为什么观察不到？自我太强了。我今天非得把什么话都给讲完不可，你就关注不到对方的吸收了吗？哎，在哪里放下我执啊？这样就是会修行了，懂得在一切时啊，要放下自我，讲话的时候也要放下自我，不然你都体恤不到对方的状态了。其实人呢，一讲话就停不下来，那个是习气做主了。敏锐一点呢，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呀，是不自在的，是被自己的这个习惯一直拖着，一直拖着走。啊，比方说我们脾气控制不住了。是不是被这个脾气拖着走了？自在吗？做不了主了，怎么会自在？哦，所以这个老和尚说，善谈是恰到好处，啊，气理气机啊，这是善谈。啊，说经行道，说经是言教。行道是身教，这个是确确实实啊，做个样子啊，给我们看。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他们真的表演出来啊，《华严经》啊的精神，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他在哪里示范呢？啊，哎，善财童子53餐又表出来了。哎，这53餐都是修普贤行。
他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同。哦，所以我们懂得参呢，哎，他在那个行业他是怎么做的？哦，所以这个行道啊，包括非常的广，你的生活、你的事业就是普度众生。所以，任何一个行业里面都有菩萨，任何一个处所啊，都是菩萨度化众生的道场。哎呦，每个行业都是菩萨道啊，每个地方都是度众生的道场。啊，我们再延伸开来了。不止每个行业呢，每个角色，你把它扮演，你用真心去做了，哦，能感动众生呢。啊，我们举过的例子啊，你看清朝啊，有一个武训。他没有地位啊，没有身份呢、啊。可是他一心为下一代好，他办学啊，他乞讨啊，乞讨的钱办学啊，啊，培养人才啊，很多人被他感动了。你看每个角色啊，你哪怕是社会最低层的，他也能行菩萨道。啊，我们在天津白方礼老先生，啊，基层的劳动工人，踩三轮车的，可是他真爱下一代啊，啊，把一生的积蓄拿出来帮助贫穷的学生，不止这样哦，你要听他的故事啊，很难不。动容流泪呀！全部的财产拿出来了，不止这样哦，又重新踩三轮车，都是血汗钱啊，70多岁的人了，又踩了十几年，绕赤道18圈呢。有一次啊。半夜没回来啊！啊，他的家人急坏了。隔天早上回来了，哇，爸，你去哪里了？昨天有客人呢，比较远呢，我整夜把他送回去了。为了多赚一些钱呢，帮助这些学子啊。赚了30多万呢、啊，帮助几百个学生呢、啊。那些学生呢，接过他亲手接过他老人家的奖学金啊，我看这一生他都会做公益事业，被这个老人震撼了。所以那台三轮车啊。是白老先生度众生的道场啊！那一台三轮车现在被摆出来纪念了啊。啊，那是民族的脊梁哦！你看这老人家90多岁了，还在踩三轮车啊。他以他的身躯撑起了下一代的教育哦。哎，我们体力比他好嘞。学历、地位、财富比他好呢，但是他却感动了全中国啊！
啊，他为榜样啊，任何人更没有借口说，我不能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啊。哦，所以处在这样的身份，也能行菩萨道啊。哦，所以菩萨道没有离开我们当前的身份、行业、因缘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啊，这是第35愿，一生不处愿。那一生不处啊，就是等觉菩萨后补佛了。啊，我们一生呢就成佛了。好，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实在讲呢，都是菩萨，他们是缘解缘修。跟我们修学啊，确实不一样。黄念祖老居士啊，有提过啊，缘解的人修一天，超过不能缘解的人修一劫。哦，那不能比哦，所以缘解很重要哦。哦，我们遇到老和尚。啊，他老人家一生深入《华严经》，深入《无量寿经》啊，我们肯认真好好听他老人家的经教，我们对净土的教理啊，能够解得更圆哦。哇，那修起来受用就大了。啊。就像老人家讲了，啊，讲得非常圆融啊，讲不圆啊，有可能我们一听还会听出执着点好，那就像老和尚说的，念佛，这个念字怎么写呀？金心。心上真有佛，哇！你看没有这个开解啊，可能我就执着在哪了，坐在那里念才叫念佛啊。哦，那虽然我在那念也是念佛，可是呢，我已经产生执着了，着一个相啊，就没有缘解了。哎，哦，所以老和尚这个开解啊，哇，听了痛快淋漓啊！啊，念是金心，心上真有佛啊！你心上真有佛了，真有真心了，那你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老和尚加了一句：“几个人懂啊？”好，诸位仁者，我们懂了没有？哦，老和尚开得这么圆融，我们不能白听了啊！哎，啊，圆解了啊，才能圆修了。哦，所以极乐世界是缘解缘修啊，一修一切修啊，它是圆融的。好，所以他能修到啊，三不退，一生不处，甚至于是顿超阶次，就提升得特别快。其他国土的佛啊，为什么要把他的学生？
推进到极乐世界。只有一个原因嘛，去那里成佛快嘛。啊 哦，不然的话，那他就在他的国土修就好了，干嘛把学生推那里去？哦，普贤菩萨为什么要劝41位法身大师从华藏世界去极乐世界啊？啊，假如不是极乐世界比较快了，那劝去之后，那41位法身大师说，你还让我绕一圈啊，还让我耽误时间了。哎，没有老师不希望学生赶快成就的啦。哦，所以师长这里比喻了，极乐世界学习啊，好像小学一年级里面呢，有2年级课程，也有中学的课程，也有大学的课程，还有研究所博士的课程，啊，他能一修，一切都修了，所以这个是殊胜的地方啊。啊，一即一切，哦，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跟华藏世界一样，啊，一即一切，啊，通通啊，圆解圆行，这个方法妙极了，所以它能圆证一生不处，好，我们再看呢。下一段经文，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啊，这个是第36愿，啊，教化随意愿。这个除其本愿呢，就是除了他自己本来发的愿，他就是啊为众生啊，他不求啊先成佛，他求啊先要度众生，这一念心啊，当然很难得哦。很可贵。那师长有提醒了，要度众生呢，得有本事。啊，如果没有本事啊，那这个愿就变成空愿了。啊，老和尚做了一个比喻啊，很容易体会。啊，譬如看到一个人呢，掉水里啊，快淹死了。啊，我要下去救他呢，哎，自己呀，不会游泳。啊，这一跳下去啊，白白送了一条命了。哎，啊，我想救这个淹死的人呢，我得先学一手好本事啊。哦，我得会游泳啊。而且技术要很高啊，才能救他啊。哦，所以你看呢、啊，老和尚考虑的都周到啊，啊不，阿弥陀佛考虑的都周到。哎，知道啊，很多人悲心比较切呀、啊，但你不能太冲动啊，到时候要度众生呢，就被众生给渡走了。哦，所以他老人家发这个愿呢、啊。哦，哎，你只要先到极乐世界来，啊，我加持你了，你可以马上回去度众生了、啊。哎，哦，所以老和尚在这里说了，啊，现在啊，很多人发心啊，啊，我也很佩服，但是怎么样呢？观察，
哎，这个人呢，烦恼没有断呐，那烦恼没有断，又不求生净土，必定堕轮回啊。哎，他说来世不想往生呢，来世还要当法师啊，还要讲经说法。哇，那烦恼还没有断呢，来世不一定做得了主哦。所以来世未必得人生呢，一转世就迷惑颠倒了，前世都忘得干干净净的。那这样的人呢，是热心啊，但是智慧不足了。我们做什么事啊，要稳妥啊，不能激动哦。啊，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呀，这个才是最稳当的了。哦，那我们当前呢？也要冷静哦，不能激动哦，成就自己为主哦，帮助众生呢，随缘呢，缘成熟的可以哦，不成熟的你去攀缘，你自己也会烦恼丛生哦，结果把无量劫来的因缘给耽搁掉了。啊、哦，所以老和尚说，事可以做，但是呢，你不能越做越烦恼哦。你清净心越来越没了，这个不妥当了，要冷静了，不能感情用事了。啊，为众生的过程呢？哎，能帮助我们正住双修，这个可以。正修念阿弥陀佛啊，住修啊，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在帮助别人的因缘，就在五伦关系里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哎，这个对往生有帮助。但是，假如去帮助别人，啊，去做事了，佛号越来越提不起来了，哇，那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得调整调整啊，哎，要干稳妥的事啊，修行就是要修，要习气，冲动就是一种习气。不要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啊！啊，像陈德也是很容易冲动的人呢。啊，我的性格就是热心过头了。嗯，啊，现在听了老和尚说了，不影响自己的清净心才可以啊。哦，你看这一愿也都是在提醒啊，这个悲心。太怯，但是不够理智，还要悲智双运哦。哦，那老和尚接着分析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有人要问，那要在西方极乐世界待多久啊，我们才可以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去度化众生呢？啊，我们从弥陀本愿里看。啊，从净土三经看，都没有说要限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住多久，没说。啊，没说就好办了。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磕三个头啊！哦，阿弥陀佛，我想去救度众生，可不可以？啊，阿弥陀佛一定点头，可以。因为你有这个愿嘛，你看阿弥陀佛，
哎呀，太慈悲了啊！哎，你看都不高要求别人啊，你这一生不想往生，他不强迫你啊，但是他加持你，给你福报。哦，哎，人家悲心恳切，他也恒顺，啊，他也成全，特别慈悲、柔软、善巧，是可以的，那佛就加持你啊，你就有本事啊，你就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呀。也不会退转了，啊，你也不会迷惑了。这样来做啊，才是真正稳当才是正确的方法。好，哦，那披红是铠。啊，这个是比喻哈，就度众生呢，就好像披上了铠甲啊，红饰啊，你有度众生的大愿，披红饰铠这个叫度众生呢，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这个都有佛加持在里面啊，那教化众生里面呢，要真正收到效果啊，没效果就浪费掉了啊，所以这一点不能不讲究啊。怎样才真正收到教化的效果呢？一定要使众生对于净土、对于弥陀要真正有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哎，你看老和尚在给我们讲经的过程呢，很多部分都是在增长我们的信心呢。要真正肯修行、肯发愿、肯求生净土。这样，我们的教化才能产生效果啊，所以菩萨去讲经说法介绍，他弘法嘛，弘誓开了。那他讲经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再一加持，不止加持他哦。一加持，身顶皆有光明照耀啊！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了。论法不厌说法不倦的，而且呢，那个听的人呢？也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哦，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哦。因为听经的人呢，他肯来听啊，他就有善根，是吧？没善根，他不会跑来听经的了，他就去。happy 就好了，shopping 就好了，他不会来听经的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呢，提到啊，必有因缘呢，我们能够升起菩提心。而第一个因缘呢，就是念本师恩。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都是我们的本师
祖师讲到了佛菩萨对我们的同体大悲啊，生生世世随主于我啊，心无暂舍，佛菩萨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他是法身啊，遍一切处啊，没有离开我们的啊。哦，所以不能感情啊。用事了，老和尚没有离开我们了，他法身舍利常住啊，他老人家回归常寂光啊，法身一切法都是身呢、啊，叫法身呢、所以每生生世世。都在等待机会加持我们呢、增长我们的善根呢、结果我们现在要来听经了，听《无量寿经》了，那铁定那个马上就加持我们而且讲的人啊、你看我们听老和尚这29集的教诲，老和尚一心一意啊。就希望把我们往极乐世界送啊！哎，他真心流出来的教诲了，这一份心呢，他感阿弥陀佛加持了，啊，听的人也得阿弥陀佛加持。实在讲啊，我们没有得阿弥陀佛加持啊，要讲经不容易啊，要好好听经也不容易啊。啊，我们都有业障的啊，哦，所以佛要不加持啊，你听经怎么会生欢喜心呢？好，哦，你看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很谦虚啊。你们听这个法门很欢喜，很愿意啊，不是我讲的好，与我讲的不相干啊。弥陀本愿威神现在加持你了啊，所以你听得呢很明白，听得比我讲的还明白。哎，一个人很恭敬的时候啊。哎，你听一个人初学的人讲《无量寿经》啊，你收获也会很大。哦，他不一定讲得很纯熟，可是你收获特别大，因为你很恭敬去听。哦，阿弥陀佛一加持啊，哎，人家没有讲得很明白的，你都听明白。哦。我觉得我都没怎么讲明白啊，我看你们都听明白了。哦，哎，教化一切有情啊，揭发信心，哦，这信心都不断增长了。哦，而且呢，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啊，听的人呢、生欢喜呀、哎，他们能够啊，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啊，尊修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哦、啊，我们前面第二品啊，得尊普贤第二，哦、啊，所以在48愿。在《无量寿经》当中啊，普贤行出现了好多次啊，哦，这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哦，啊，我们整部《无量寿经》读下来啊，普贤行一定要落实第一礼敬诸佛。
怎么做？见一切人的佛性，不放他的习性，见性不着相，就能做得到了。我们虽然不能马上完全契入啊，哎，我们常常熏习。你看，很多人早课啊，念普贤十愿，哎，就提醒我们了、啊，早上起来做早课了，哎，今天一定要把普贤行啊落实了、啊，哎，依着礼敬诸佛。那当然是见他的本性了、啊，我们就很自然能够礼敬了嘛。再来，要变成习惯哦。啊，称赞如来，常常都欣赏别人的优点，念着别人的付出，心上不放人家的不好，这个称赞就很自然了、啊。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啊，遇到有缘人，纯是成就别人的心，对他一无所求，广修供养，啊，经过每一件事情，都能反省自己，哎，我看看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错事了。哎，忏悔业障。哦，那每天都在检讨，都在知过改过啊，要不断提升呢、啊。啊，修行人不能稀里糊涂的打迷糊仗哦。哦，所以这个普贤行啊。要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啊！好啊，经文讲：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哦、很自在啊，念着这个经文，我觉得啊。能感受到那个气氛，咋修都行啊，随缘表演啊，好，所以永离恶趣啊，代表呢啊，你很有悲心，你到很苦难的地方去度众生呢、啊，那个地方业在重，环境再不好。你都不会再堕落了，永离恶趣了啊！这都是弥陀的本愿加持。哦，你很欢喜呀、啊，给众生说法。或者呢，你很喜欢听法，这个是菩萨呢，为大众啊做影响众。哎，这个人呢，在社会上啊，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很有道德，为大众所敬仰。啊、哦，这个法师说法啊、哦，当然法师，这个上台讲经了，讲法是法师的，啊、哦，当然广义的不分出家在家啊。哦哎，他每堂课都来听啊，啊，让别人看到哇，这么德高望重的人都来听了，哇，铁定这个法师讲得不错啊，哇，他坐在那里啊，就给大家信心做影响众了，哎，这菩萨化身哦。哦，所以老和尚讲到他自己的老师啊，周邦道老居士啊，
是他老人家在贵州念书的校长，啊，老和尚也是很念他的恩德，老和尚差不多90岁的时候啊，才拿到这个周校长的照片呢、啊，马上就交代啊，赶快给我框好啊，我要挂在摄影棚里面了。老和尚都在给我们表演知恩报恩呢、道义人生哦，结果这个周老居士啊，老和尚讲经呢，他每次都听啊，而且还写笔记啊，很认真的听啊。哦，所以李炳南老师也是都常常以这个周邦道居士啊，来做榜样有道德，有学问，做了不少事业啊，官阶都很高的，而且年岁大了，听经还那么认真啊。不管哪一个人讲经啊，初学的人来讲经啊，他也认真听啊。哦，这个或要听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很多事情啊就可以调查清楚啊，这个周老居士是不是极乐世界在哪？我一去好多案子都破了啊，尤其老和尚这里讲到啊。初学的人来讲经来这个老前辈来做影响众，大家去想一想啊，这个初学的人的心情怎么样啊？大受鼓舞啊，是吧？他就有信心了。哦，所以老和尚有说啊，你去听初学的人讲经的功德，比那个。哎，已经讲很久的人功德大，啊，因为你的支持对他来讲很关键啊。哦，我记得20年前我刚出来分享课程，哇，那个讲课就在那里看，今天会不会没人来？哦，后来有个老太太来了，哦，我讲的时候，她就一直对我笑啊，我。很感动啊！一讲完课，我就走过去跟他握手了，感谢他嘛因为他的笑容让我比较有灵感了结果我跟他讲了好几句话，他一直看着我，没有给我回应。旁边的人说他听不懂普通话他是这个海南人啊。啊，他是听说一个年轻人来讲传统文化，他就来听了，他也听不懂，这，他可能想说，讲这个很好，我也得到极乐世界才能破案啊，这个老太太是极乐世界来给我信心的还有啊，我们刚出来讲《弟子规》这个道公长老他是长老级的了。我们当时候刚出来讲在台湾呢，这长老亲自来听而且还带着他的徒弟出家众一起来听这个。让我们这些初学的人呢，备受鼓舞所以这个自己的这个成长都是这些长老这些老人家大众的信任支持是这个恩德这个不能忘好。
或现神足，啊，这个神足是神通变现。哦，那这个《高僧传》里面啊，也有这个高僧示现神通啊，啊，他在这个地方弘法啊，后来要离开了啊，哎，当地的人都请他吃饭啊，结果当天送走之后啊。每个人都很高兴哎呀，昨天法师到我们家吃饭了，另外的人说没有啊，到我家，后来每家都去了，这个满众生愿啊，好，哦，当然哈，老和尚这里也提醒了啊。这个神通变化呢，为了影响接引一切众生呢，深信净土，发愿求生。假如这个示现神通啊，叫你不要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是魔示现了，跟经典讲的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一定是劝你对净土法门深信不疑啊，自己要有判断力啊，因为啊，我们人呐，很容易对于你做不到的事啊，你就很容易哇感佩啊，好厉害啊，你遇到人家可以。看到过去的，哇，你是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佩服到最后啊，意气用事了。他讲的有没有照经典了，你都不对照了。哦，而且佛也是强调啊，不以神通度众生，除非特殊情况哦。你一个修行人啊。不能，哎，接触到有神通的人，变成啥？啥事都去问，这个就走偏掉了。你要依照经教啊，去思维啊。啊，你假如又是道场负责人，啊，或者一个团体的领导，啊，你团体的人都看着你在学佛，结果你呢，都不是用经教思维了，啥事都是，去问有神通的，这个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尽量不能去依赖这些因缘哦。啊，老和尚说可以参考，绝对不能依赖啊！当然自己经教能够学得通达，自己去正思维去判断，这是最好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以我们的这种根性啊，你遇到这种缘呢，不产生依赖啊，我看很不容易。所以啊，只要我们思维都是啊依照经教，就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哦，而且你遇到事情啊，是让团体的人依经教来思维，集思广益。那你在每件事当中啊，大家都在。学习呀，都在建立共识啊。你假如一迷信了，一依赖了，
团体的这些意见呢，你都不听了，不参考了，那就这个团体下属啊，就很没信心了。啊，他都是发自真诚的为团体在考虑的话，你都不参考了。哦，所以师长这里也是在提醒啊，一定啊要跟经教相应才行哦。好，哦，所以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哦，所以随意修习啊，通通都是为了度众生，为了成就一切众生。来接受阿弥陀佛、诸佛的教诲。哎，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位高僧就表演得非常好，广清老和尚。啊，他是学禅的，可是你看他成就之后啊，他见到人就劝他老实念佛，但他随意修习。他都是为了度众生，众生的根性啊，现在学禅不容易了，他不没有执着，他都是劝他们要念佛啊，但是他威望道很高啊，人家很容易接受了。好啊，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呢，应该下一次。就能把48愿讲完啊，哦！哎，那下一次应该会有不少时间啊，哦，哎，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大家可以谈一谈啊，老和尚这里48愿的这些开解啊，哎，我们学完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感悟啊？有没有什么受用？哎哎，真的有受用啊！哎，老和尚这一段话我重视了，我去实践了。啊，我有什么受用处啊？要分享出来哦，不然就叫另法了啊！哎，我们末法是要善有为一，哎。我们用得好的，一讲出来，可能就触动同修们的善根了啊！好，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